许仲佑廷，有请仲佑廷。帅哥，首先要把这个讲座先颁给你。哇，一乐第一次颁的电视奖项就喜欢的赵又廷，而且因为你是最佳人气奖。谢谢。你好帅哦，我这个时候觉得我的搭档是多余的。等会儿可以自动滚出电视画面了。没有了，不急，我们自然会把你扒掉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哈，曼达在这里呢，我们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被蚊子叮的意思。就是被曼达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那被曼达很多的话，这个人大概血型是 B 型。所以孟达在台湾到底什么意思？孟达在台湾是一个地区，是古时候叫万华，现在称之为万华的地区，当时叫孟达。那孟达是平埔族话，是原住民的意思，讲的是小船。那我们知道除了你之外，但还有阮经天跟你很多人打斗的场面吗？对对。你有没有受伤吗？有，我们常常受伤。哪里啊？穿着衣服很尴尬。我帮你们检查，你不要担心。这个姐姐你不要假公济私哈。不过当然这个因为搭档可能最近比较忙一些是啊，那当然呢这个还好有另外一个人在这里，可以稍微跟你来一首对手戏。对对对，我想说既然这样子的话，你会趁这个机会呢，就是让你示范一下你在漫画里面，是漫画会在讲乔多旺漫画里头不是有打到的场面吗？来做一下示范好不好？哦，好啊。年轻的行李可以打开。哦，真的吗？走向会流行。他有功夫底子吗？好，他没有，他只块肉了。看，那请问谁打谁啊？来吧。啊，这个我先放你拿。好，谢谢，麻烦你。这个当然，如果要打的话，对，其实早就已经打我了，一手下留情。其实武打都是中间，我当然没什么资格说了，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学到一些小经验，就是借位这个东西。好的，因为不可能你一次打都真的打到嘛，那就出人命。你可以真的打这次啊？真的吗？对，姐姐，我见不多，好，那示范一下。那有的时候镜头不会摆在你想要他在的地方，那我们打来打去，可能会跑到不一样的地方。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他带到江江你好，你要的地方就是。这样大家看起来就像是真的。哇，打得好好哦，我被打得心甘情愿哎。没有打的人是很好，那个被打的人根本就会转一圈的。啊？那好奇怪，而且你转得好丑哦。因为他拍 Iron Man 2吗？啊。还有力道会比较强一点点哦。OK， 好。当然呢，除了是借位哈，这个可以用来打架的这个方面之外呢，肯定还有另外一个方式也可以用来借位的哦。据说呢，这个赵又廷在戏中也有跟女主角有亲吻的镜头。对不对啊？是，对对对。那当然四下无人，那我们就不用表演这一段了哈。好，环节还是要环节。其实呢，本地有位非常漂亮的 DJ 兼主持人，他就在现场，不知道能不能够稍微委屈你一下，去跟他示范一下什么叫做借位接吻呢？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其实，在新加坡有很多人很想吻我，我都不肯，因为我知道一乐大赏你会来。那就为了这一天，可以吗？好荣幸。对，可以吗？你们摇头啊？没办法，我在台上，你们在台下。虽然今天真的要考赵又廷的演技哈，因为他跟这个漫画的女主角真的差很远哈。哎，你这手势不是说不要吧？没有，我是在打个嗨，吓死我！姐姐，来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是还蛮不好意思的，不来了。好，这个画面可能不太适合一般的朋友看哈。啊，如果你不想看，可以撇过头。什么叫一般啊？啊，这个一定要看经典画面好不好？都不觉得这里美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需要捂嘴巴吗？可以。我好感谢一乐大赏哦，谢谢，辛苦抱一捧哏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委屈一下，委屈一下，这样一分钟就过了。就示范给大家看，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是借位。你要太好了。我们来接吻吧。还插嘴呢，看不见啊，天哪，看不见啊，天气好像有点热。是啊，尽快你们假戏真做。好，赵伟霆果然专业，这个奖项值得拿，而且呢非常谢谢你，谢谢大家，实至名归，再次给掌声赵伟霆，谢谢。加油加油，也非常谢谢呢这个赵又廷这一次哈出席我们的一乐大赏，而且